进圈了，兄弟！是由 PUBG 官方出品的一档大型真人养成类综艺节目，每一季节目将由一位明星发起人组建 PUBG 职业战队，与来自全国各地16位 PUBG 潜力新秀，通过一段时间的集训、生活挑战，进而开展一场由素人蜕变为职业选手的成长之旅。在首季节目中，人气偶像金子涵将成为首位明星发起人，如果舰队成功，她将成为 PUBG 电竞史上首位明星女老板。而本次节目也将于12月1日至12月15日面向全国开启线上招募，通过海选脱颖而出的16位 PUBG 新秀将入驻钟明毓秀的海南三亚，进行为期两周的集训生活。他们除了需要面对高强度的职业电竞战术集训之外，还将参与水上运动、极限挑战、交友团建等提升个人综合能力的训练。与此同时，官方解说谢岩、辛巴、风筝、Joy 将会出席担任本次节目中明星战队的职业运营团。首季进圈了，兄弟也获得了 PUBG 圈内众多知名解说、职业选手的支持，组成了庞大观察团，更有来自国内主流直播平台的五位神秘人气主播也将纷纷加入其中。最终通过节目晋级的五位选手将组成梦之队，与 PCL 职业队伍同台竞技。12月1日至12月15日，如果你能成功入围，这个冬天将与金子涵一同前往三亚避寒，历时两周的时间，见证 PUBG 的新星冉冉升起，让我们有梦全力追。